Hello, T-Ground 的车友大家好，我们来介绍一下，这一台是一代的 T-Ground 哈、哦，地瓜的车友们大家好，小弟是 KT 避震器的经理的哈、哦，那今天刚好有车友来安装 T-Ground 哈、哦，所以经理就借由这台车跟车友们来介绍一下 KT 的产品。那 KT 是做制造改装避震器跟刹车的一些比较专业改装的一个工厂的哈。那今天这个地方是台中的潭子，也就是KT 制造避震器的工厂。那我们在台北，北到基隆啊哈，然后南到高雄、屏东都有店家，甚至是宜兰呐、啊、花莲、台东都有可以安装服务的店家。那这一款一代的 T-Ground 的话，它的底盘跟二代的 MQB 哈是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，前面的话其实是大同小异的，都是麦花臣。那后方的话，是因为避震器的固定的基座位置啊，跟避震器的摆臂位置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。MQB 的话，它的避震器，来这个后避震器的下方的固定点是固定在下支臂，所以它的长度行程也会稍微比较长一点点。那一代的底盘系统基本上它的架构齁、哦、是跟Golf 的五代六代比较相近，所以它的避震器的筒身齁、哦、这个下方啊是固定在仰角的后方，所以它避震器是有点斜度的哦，而且它的长度齁、哦、稍微比较短一点点。那这一款的 T-Ground 的话，它的车主的用车的里程数 Hello 陈勋你好，它的用车的里程数齁、哦、有比较多，所以后方的筒身我刚刚在拆下来的时候啊，稍微压一下这个筒身的阻尼哦，已经衰退了哈，都没有阻尼效果，所以这台后方一定会很晃。来哈，这个阻尼已经变得很轻了哈，它轻轻压下去就可以压下去了。那基本上 T-Ground 再怎么说，它都还是一个欧系车的架构，所以它的阻尼啊，一般来说会稍微比较硬一点点。来，这个筒芯压下去，它举升不太起来哈。所以这个筒身算是已经失效了啦，虽然从外观上啊没有明显的漏油，可是这个阻尼裂化之后，或者是它的里面的这个是副筒，所以它里面填充的氮气哈是比较压力比较低的，那氮气已经泄漏光，或者是它的阻尼有裂化之后，它就吸附不了弹簧的晃动，所以这个是 T-Ground 一代，这样看得懂哈，一代的后方的一个避震筒芯。那它本来上座这里有一个上座，可是这个上座哈、哦、是需要沿用原厂，所以我们在改装时候需要把这个上座把它挪来给改装品用哈、哦，就是 KT 的避震器的上部还是要沿用它的上部结构。啊、哦，这个是后方，这个是哪一间的？是不是沙趣斯的？哎，对，这个是德国一样哈、哦，是沙趣斯代工。这个的话，德系车它让 Sachs 代工其实还好，现在的话像是电视上最近有看到的现代的头上啊，它的避震器一样是交由这个大厂哈 Sachs 来代工。那今天这一款车车友来报道的时候哈，其实它车高已经有降低的，而且降低的弹簧这个也都是还不错的弹簧哈，来擦一擦看得到吗？有没有对得到脚、哦、这个是也是德国大厂艾巴的弹簧，还有 HNR 都是我们这个 VH 的车友呢特别喜欢改装的一个弹簧哈，所以车高的话前面是大概两指半左右，后方的话大概是四指幅，那今天车友的要求哈，希望前面是两指半，后面的话也大概是两指半。好，这个是短弹簧，这台车改短弹簧还好啦，有一些车款哈改了短弹簧之后，它的筒身本来的行程就比较短，那加上短弹簧之后，它的行程就贴着馒头在跑，所以它乘坐起来感觉是不太 OK 的。但这一款 T-Ground 的话是还好，可是车主还是反应有一点颠啦。那我自己判断起来，应该是它的筒身哈阻尼已经有裂化了哈。好，这个是前面的避震器，来前面的避震器的话 ，T-Ground 哈 MQB 的话 ，T-Ground 它没有分什么大仰角、小仰角 ，T-Ground 一律都是大仰角。那除了像同一个底盘系列的，像Golf 的话哈，它就有分大仰角跟小仰角。那 T-Ground 的话没有分。好，那这个来，它前面的话也已经改成是艾巴的，好，艾巴的一个短弹簧形式。这个前面哈，它其实算是一个
麦花臣的悬吊系统哈，它的上座，像这个变器都差不多快损坏了，像防尘套也坏掉，后方的筒身阻尼也已经裂化了，所以这个的上座哈，看起来是还好，可是上座下方哈会有一个轴承，这个轴承其实都有寿命了，像这个话如果再拆下来沿用的话，恐怕就会有一点问题哈，所以我们 KT 的话前面的话都有附一个新的上座。同行车完工价，我不晓得这里能不能报价哈，还是说志平你可以赖一下我们官方的赖，因为今天没有上班，但礼拜一的时候就会跟催我们来报价。好，今天我们里面小编没有上班。来，这个国产的其实都不贵啦，国产的都不贵哈。来，这个是前面的避震器系统 ，Tiguan 的。那 MQB 新款的二代哈，它的上座架构啊不太一样。这个一代的话，它三边是等长的；二代的话，它变成是一个等腰三角形的形式，所以形式的话不太一样。这个是前面的避震器。那子荣，你前面装了吗？装上去了哈。哇，不然你前面让我介绍一下你后方。好，让介绍一下，我先来介绍一下哈。来，这个是 KT 哈。改装之后，前面的避震器，它前面的避震器呢有副上座，然后上座的话它有一个轴承哈，这个都是新品。那在这个弹簧的部分的话，有不同的车款就有不同的配置的哈。这款车的话，Tiguan的话，它前面 KT 的话是配180场8公斤的弹簧，啊，如果是 Golf 的话，会看吸力数，有可能是160场7公斤的弹簧，然后如果要比较竞技一点的，是160场8.5公斤。但弹簧的形式哈也都不太一样啊。那 Tiguan 的话，我们是配180场公斤数的话是8哈。这里的话 ，KT 的编码弹簧的编码，因为是用前置镜头，所以它的字是反的哈。180/08/180指的是这一条弹簧，它的自由长度哈是180mm。那八公斤指的是这一条弹簧，如果我们下压1mm，它是需要大概8公斤的力道哈。所以这个是以 Tiguan 它的车重哈来配置的一个弹簧设计的，那它的仰角哈，这刚刚说的大仰角、小仰角的粗细哈，就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大仰角的话，它的宽度的话是54.5mm，那小仰角的话是49.5mm，可是 Tiguan 的话一律都是大仰角哈。它的来，这个是它前面避震器的话，这里有一个可以固定。前面离载串的固定位置，这个设计哈，如果车友们应该 VH 的车友很多有推崇的是 KW 的品牌吧，或者是 Olinz 哈，它的设计呀，这个就跟是 Olinz 的都一样，不需要再改装可调的或者是改短的离载串，直接我们就沿用原厂离载串就可以了。而且这个避震器很特别哦，它五代、六代或者是Tiguan或者是 Golf 七代哈，它的避震器啊。是没有分左右边的，好，这个是左边装右边都防呆的都 OK 的哈。那阻尼的调整哈，软硬度的调整是从这个地方来做调整，往顺时针的方向哈，由上往下看，顺时针的话就变硬，逆时针的话就变软，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来做调整，30段的阻尼，那就可以让车友们自己来看看，如果要比较舒适的，那我们就调比较软哦。要比较偏向运动化的，那就可以调得比较硬一些。调整的方式的哈，它前面避震器有2只嘛，左边跟右边呢，段数一定要对称。那在调整阻尼之前，有一个工作很重要哈，我们先了解一下，看看它原厂轮胎的冷车时候了哈，大概像现在哈，今天特别热，大概33度好了哈，它的胎压啊，原厂的。有一个胎压建议值哈，像欧系车的话，这一台车应该了哈，是在油箱盖这个地方，这里有一个胎压建议值。那胎压建议值的话，像这一台车是大概29到33左右。好，一般来说，如果像这个是18寸的啦，我们大概都建议啦，大概32、33左右。好，那胎压设定完成之后，再来调整这个阻尼。好，如果胎压有时候有的原厂或者是轮胎行，它可能设定的胎压会偏高。那如果是原厂避震器的话，偏高一点胎压其实还 OK， 因为原厂避震器它路感回馈起来的会比较模糊一点。可是改装避震器之后啊，轮胎回馈会变得很直接，所以轮胎的胎压就变得
备险重要哈。那所以如果我们把胎压设定好之后啦，再来调整这个阻尼哈，再来调整阻尼。好，那左边右边一定要对称哦哈。那我等一下把镜头翻过来，我们来介绍一下后方安装好的部分。那这一支交给技师来安装。超热的。这个社团我好像没有在这个社团分享过一个直播哎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哈，也许有可能社团里面的车友是开 Skoda 的 Octavia 啦 ，Super B 的哈，像前几天也有装 Octavia 啊 Super B 的哈，或者是同底盘架构的 Golf 五代六代，我们装的非常非常多哈 ，BHG 的车友超捧场了，谢谢大家。那在 KT 的粉丝团里面，几乎啦天天都有一个文章啊可以做分享，可是我要有空档才有办法开直播。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不同的车款，如果车友们是开不同的车款，或者是家里面的车是提光以外还有其他车款的话，都可以参考看看 KT 的一个粉丝团哦，哇，里面大概有几千台的一个安装实力的，有照片也有安装的影片，也有直播分享，在 YouTube 上面呢、也可以搜寻看看 KT Racing 啊，然后 Artist 好了 ，KT Racing， 然后 Artist 十二代、十一代系列有超多超多的影片哦，可以提供给车友们来。不同的车款，那当个参考也好。那 KT 的话，其实有一个很棒的优势，就是我们在台湾的通路哈，销售商非常的多。那比较避震器的方式啊，其实很多的车友都会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哈。那但是啊，现在台湾的避震器其实做得很棒哈，不只是 KT， 其他品牌也都很 OK。但会建议车友们在选择避震器的时候那不妨。多多试乘看看了，因为用询问的或者是听别人口碑，不见得是适合自己。也许我是很热血的，那也许有的车友是很舒适的，那我们想要的感觉就不太一样，所以会提供给我们有不同的试乘车，可以给车友们来试乘。那试乘满意之后再来考虑就好了，就才不会说我们花了钱，结果得到的一个乘坐的品质不是自己想要的，那就多花了那些费用了哈。好，那我把镜头转正。来介绍一下后方安装好的状况。我特别喜欢 VH 的车系的底盘呢，因为它的底盘架构哈，其实比日系车还要来得稳定很多啦，所以我自己也都是开过好几部的VH 的车款哈。来，我把镜头转正，但今天没有小帮手，所以镜头会有点抖。啊咻，好。好，来，这个是原厂拆下来的避震器的哦，原厂的，啊，这个比较大支出的，这个是前面，哦，这个是后面，这个是后面的弹簧，弹簧的话已经改成 IBA 的规格了。好，再看，我们先看一下这台帅车，车友也改装了，这个是炫耀的铝圈，18寸的，这个比原厂轻很多哦。当然，如果预算够的话，当然是锻造是首选，可是。这个炫压的它的 CP 值还比较高啊，它的价格没有像锻造那么贵，可是重量的话是差不多。那不然我们先来介绍前面好了哈。如果车友们呢哈 ，T-Ground 的车友如果有想要了解到产品其他地方的话，我可以把镜头带到大家想要看的地方哈，再立刻告诉我。这个车友也改装了水箱护罩，大灯好漂亮哈。但是 T-Ground 车友来，有人知道这一颗引擎的动力吗？这个是 1.4 还 2.0 的，这一台是二传的哈。T-Ground 大家应该规格都比经理还要更清楚。好，那它前面的上座哈是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是前挡玻璃，它前面有一个室盖哈，我们把室盖掀开之后，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上座三颗螺丝。那这里有一个银色的旋钮啦，这个旋钮哇，今天没有小帮手，不太好来，这个旋钮哈。就是在调整前面的软硬度的，软硬度从这个地方来做调整。有问题要说哦，车友们。好，那前面的话，车友也改装了，这个算是加大碟吧，哈。那很多车友也是改装了那个多活塞卡钳啦，多活塞卡钳 KT 也有制作哦。来，这个就是前面180厂8公斤前面的一个弹簧。那前面的避震器悬吊设计是麦花臣，所以它调整上比后面还要单纯。
如果要高，我们就把这个长度把它拉长，它的车高就变高；如果要比较低的话啊，这个整体长度把它缩短就比较低了。这个方式调整的话，它不是靠压缩弹簧去改变车高，所以它能调高跟调低的范围啊会比较宽，而且不会因为我要调高，我就得把弹簧压缩住所以它的调高调低范围比较高，而且不会因为调高或调低啊来改变行车的感觉。好，这个就是后方的那个离载串了，它设计在这里啊，它的变速就不用分左右边了。这个变速箱 DSG 最喜欢的啦。像之前我自己的其他车子是 CVT 的，哇，这个变速箱插 DSG 是真的是天差地远。DSG 它棒的地方是它的换挡速度快，而且它不会吃掉啊引擎动力吃掉太多。假设这个引擎是180匹好了，我配上 CVT 的话可能只有剩下130匹耶，但配 DSG 的话它动力还是能维持180匹啊，所以 DSG 真的是很棒的变速箱。这个后方也有改加大碟哦，那后方的悬吊系统它是弹簧跟避震器分开的结构。我把电风扇切掉好了，怕收音不正常。好，来，这个是后方的避震器，它的避震器上方有一个上座，在上座下方啊，这里就是在调整后方阻尼，调整软硬的位置。那我把镜头拉远，可是镜头放正的来，它的避震器是斜的。但是新款的 Tiguan 它的下方的固定点就不是在仰角的后方，它下方的固定点是在下齿臂这里，所以 MQB 的底盘跟这个世代的其实只有差一点点。对了，后方的弹簧我们配置的是8公斤，那这里上方有一个调整机构，这个调整机构就是在调整后方的高低啊，从这个地方来做调整。啊，软硬的话是从这个地方来做调整，还有 KT 的用料啊，真的就很棒哦哈。像是里面所填充的阻尼油，是使用意大利 IP 的阻尼油，这个是一桶200公升的一个铁桶，直接从意大利进口来台湾的，不是在台湾在做混装的油品哦，所以阻尼油的品质相当的不错。那桶身最重要的就是会不会漏油哈。会不会漏油取决于是油封的选用啦，像油封的话 KT 使用的是日本 NOK 的油封，用料的话都相当的不错。那如果车友们有要试乘，有任何问题请立刻在线上发问哦。这个有贴灯膜也很漂亮，还有把 logo 啊把它黑化了，水我们改的装好像安装到差不多了。那如果来车友们了有需要试乘，有任何问题在我们的文章上面有一个 LINE 的官方，那个是官方的 LINE 啦，再告诉我们小编我们都可以替大家来做安排。但价格的话，因为这个社团里面也不知道能不能报价了，所以如果有想要询问价钱也好，或者是其他的车款，像我们车款法拉利458啦，还有 R8 这些超跑也都有做甚至是宾利的 GT 这些，我们都是经常出货到国外的车款，所以如果车友们有想要询问其他车款的话，那也不用客气。好，以上是今天 Tiguan 的安装 KT 避震器的直播分享，谢谢大家，下次再安装到 Tiguan 再到这个版面跟大家一起做分享了，谢谢，拜拜。